等了很久，终于到床上了。我们现在在看那个金骨苗啊，就是有发展。捞一点上来看一下嘞，喂，这就是金骨苗哦，把它拿上来。它名字叫金骨，这鱼长大了扎人很痛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，应该可以吧。哦，这些是珍珠鱼苗，珍珠斑啊。这鱼长得好好看啊。这些是小的，当鱼苗用的。它们全部跑在一起，以为我们要喂的啊。这是南方螺啊，也就是花螺。哦，这池里有虾跟花螺配起来养，非常好。下面有一条虾，这些其实都是养那个南方螺的。哦，我的天，好多！刚才我问老板，那南方螺多少钱一斤了？养殖的68块钱，批发。这就是花螺的食物哦。这种南方螺呢，它平常的时候就在钻沙子的，等到喂它东西吃的时候，它就会从沙子里钻出来。然后你看它要吃东西。很多很多啊，能看到吗？这就是花螺，就是还算是有苗吧。等到长大以后就可以卖好多好多钱一斤了，68。刚才我问老板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这个的？它长得很好看，这虾好大，并且这里的虾很好吃哦。老板跟我说，他这里的虾不喂饲料，是喂那个鱼的，所以说呢，他跟我说这里的虾特别的好吃。紧靠大海的养殖场。